其实呢，在去年呢 ，Raffle 虽然有一度单月好像有一点点受到 CRV 跟酷狗的威胁，但是总量来说呢，三万多台啊，2021年啊。我们是不是要再来预测一下？我觉得酷卡说真的蛮有机会的。酷卡吗？艾大，你觉得 CRV 跟酷卡？我投 CRV 一票。